好，可以转大力一点，转快点。完全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画面。它反光有点严重。这反光太严重，我看不到。转过来。我有录影。我录影在飞。啊，但是至少是看得到了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深入到房子下面，差不多一公尺。差不多一公尺。好 ，OK， 那就慢慢停下来吧。来，慢慢停下来。哦，这样子角度刚刚好，是垂直往上嘛？慢慢停，慢慢停，让它顺一点。Very good, very good. 好，好，就这样。你有力气拉回去吗？好，做完了，做完了，谢谢。小熊，拜拜。还不错啊，那回去就可以把它剪一剪之后。